对，我们接下来唱的是什么？哎，对，就是学姐，不好意思。没错 ，Trooper。Iron Maiden。铁娘子。Trooper 啊，听说有人是谁很期待他唱这首歌啊？谁？是不是红后面有那个团员非常期待他唱这首歌？你要期待他听他唱的到前面来，要坐在观众席。对啊，对，说要听他唱这首歌。你后面的那个休息室的，你们可以其实可以坐到他前面来。这个感觉是飙高音，哎，今天的歌怎么都在飙高音啊？今天都在吼来吼去的，好累。对啊。你有喝水吗？要OK 的，我觉得我会破虾，破你，我觉得你破虾一下好了，破我们票数，要破虾那是不是才有票啊？对不对？破虾才有票，要破才要破我才有声音，才有票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样有没有道理？好像有，所以你可以配合一下破一下吗？我尽量，可以尽量破，尽量唱慢一点。对，我们是红队的，好不好？支持一下嘛，红队，等下会有准备破虾的，红队，红队，红队。准备好了，好，欢迎红队的Trooper。
请投红队啊，谢谢。